家里的一些小东西的修缮。修缮不是男人的工作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小电风扇坏掉，电灯是男生要做事吗？电灯也是我。马桶，马桶也是我。我送大的去上学的时候，我还要把小的抱上车，带着。停红绿灯的时候，小的哭啊，打成 P 档，然后过去这样尬。塞哪一嘴？老公可以帮我分担吗？对啊，就是没有办法。每周一、二晚上10:15，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阿姐万岁。